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。哇，好久没回来了，很久没回来，为什么？三个礼拜，我最近累啊。等到我胡子都已经长出来了，真的。不像你今天，你看你今天没有胡瓜。哇，各位观众，你们最期待的谐音笑话，为什么会提到胡瓜是有原因的？对对对，虽不中亦不远矣。我们今天的来宾呢，跟瓜哥是有一点点的关联啊。这一点点的关联可就是20年了。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董志成。嗨 ，Hello， 董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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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辛苦，不问不问不问，您是我儿子的偶像啊，真的，他每一集的博音夜秀从来没有错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也是你儿子的粉丝，什么都是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粉丝，因为我们开始做演艺圈的时候，可能你们都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，还在妈妈肚哦长大了啊，基本上 talk show 这个东西，我觉得。我们做的很早，你们听过餐厅秀吗？餐厅秀的那种，工地秀的，诸葛亮、贺一航啊，对对对，都懂。他们做的都讲些很黄的，越黄越有人看。董哥那时候也有做餐厅秀的，我做了那个最后2年，就倒了，钱也没拿到，做倒了，太阳城。那做倒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要找些外快啊。后来刚好有工地秀，台湾开始大肆的这个盖房子，工地秀一来的话，就请了名人来，梁朝伟、郭富城、刘德华，后来真的又没了，也被我们做垮了。怎么这样子？今天请董哥来这边，这个有一点董哥来，你们场子看我今天经得住经不住啊？没问题啊，我今天拍一拍这系列收掉，好不好？不一定，因为像董哥离开那个大集合啊，他们就得金钟奖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动。我们说不定也有这个机会。礼貌，礼貌，快点。你这哪壶不爱提哪壶，那我今天非把你们场子给搞了掉。那我们就看今天是谁垮谁。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董志成。大家好，我是草间弥生。我是草间弥生。你是叫我阿嬷养的吉娃娃。你阿嬷啊，不是，你们也可以叫我阿嬷养的吉娃娃。阿嬷养的吉娃娃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董志成，大家好。好，不跟哥开玩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大来宾董志成。大家好。马上为各位带来我的招牌歌，凌晨3点钟。马上为各位带来我的招牌歌，半夜3点钟。哎，那是张志成啦。哦，那张志成啦啊。我现在只能6点半。我现在只能6点半。6点半。我小时候上课。小时候上课。老师问我说：“你懂吗？”老师问我说：“你懂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董妈的儿子。”我说：“我是董妈的儿子。”我能够在演艺圈打滚多年啊，我能够在演艺圈打滚多年，是因为我的身体很圆。是因为我身体很圆。我以前录综艺大集合的时候很常受伤。我以前在录综艺大集合跟胡瓜在一起录的时候常常受伤。上次我鱼跃龙门的时候撞到蛋蛋。上次我在苗栗一跃龙门的时候，我撞上了蛋蛋。胡瓜就说：“我下面一位。”胡瓜就说：“下面一位。”我很讨厌过年发红包啊！讨厌过年的时候发红包，因为我侄子都会问我，因为我侄子都会问我，组委要不要加码？组委要不要加码？我出道30多年了。我出道30多年了。出道年数都快追上 BMI 了，我出道的年数都快追上 BMI 了。粉丝都叫我董哥，粉丝都叫我董哥。那演艺圈的新人都叫我退休，演艺圈的新人，我死定了。我在演艺圈已经35年了，演艺圈的人都叫我退休。以前我们艺人想要红都会男扮女装，看到我红的时候呢，一般艺人都是会反扮女装啊，我尤其我啊，像我以前是扮董月花嘛，像我以前是扮董月花嘛，那杨凡扮杨婆婆嘛，杨凡扮杨婆婆嘛，还有丽晶，还有丽晶，想红想疯了，他想红想疯了，我他想红想疯了。胡瓜是我的前辈，胡瓜是我的前辈。他前几年就先离婚了，
他在几年前就离婚了。我最近也离婚了。妈的，这能讲吗？我最近也签字离婚了。我问胡瓜怎么办？我问胡瓜该怎么办？他跟我说下面一位。胡瓜就跟我讲，下面一位。哦，我从中国回来之后就失去了一切啊！我从中国北京回来就失去了一切，主持棒也没了，主持棒也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我脖子也没了，脖子也没了。我，但是我活到这个岁数啊。但是我活到这个岁数，我觉得钱都是身外之物了。我觉得钱都是身外之物，因为都被前妻拿走了，因为都被，他都被前妻拿走了。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太太要跟我离婚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离婚。嗯，直到我昨天买了镜子，直到我昨天买了镜子，原来我长这副德性啊！原来我长这副德性。啊，将来如果我死了，没一句好话嘛。好，将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我骨灰要自己放一格。他说我死了，骨灰要自己放一格，因为我自成一格，因为我自成一格。这个讲的还有点好笑，前面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有一天我去竹科面试。有一天我去竹科面试，主管问我你懂制程吗？主管又问我了，你懂制程吗？我说不，当然，我是胡瓜。没有，我说我当然啊，我当然啊，打线封胶电镀打印，打动电胶封胶打印，这就是机体电路的制程，这就是机体电路的制程。前阵子啊，我因为太胖，有一次卡在门上。有一次我因为太胖，所以卡在门上，就让我想到一首歌，就让我想到一首歌，卡卡的董子董子董子董志成，卡卡的董子董子董子董志成。现在让我是董志成。哪一位？哦，在我耳机。蝙蝠侠企鹅先生，胡说八道，语无伦次的。他就是他，一人分饰两角，来来回回。你声音好，哎呦，像你的声音啊、哦！对对啊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我是张志成啊，是这个。是，老兄好笑吗？效果很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大家很喜欢董哥。我们写的时候，你这个脸上感觉那么虚伪。没有，我很真诚。写的时候是有点害怕。对，搞笑的人啊，一个谐星本来就是一个。没什么羞耻心啊，脸比较厚，而且不在乎人家对你怎么看，对不对？你在说我们吗？对啊对啊，事情真的很难进的，我们真的不好意思，嗯，辛苦你了。不会，我不是第一集来的、啊。我们可以调整时间，就让大家看起来像是去年发布这样。哇，对对，通常我参加别的节目啊，不是第一集，就是最后一集。哇，要表述你。你这个人的这个辈分在啊，了解了，对啊，对，不是在参加开幕，就是这个最后闭幕，确实应该是最大咖，刚好可以。希望今天前后呼应闭幕了啊，闭幕差不多了，就做到这一集为止。希望大家谢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，这个系列希望有带给大家欢笑，也希望能在下个新节目里面呢，我能够成为第一集嘉宾。好，哎，好，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。说明我是主持人了啊！对不起，用怕法又说好怕了。我不是徐乃麟，各位，哪个才会讲的？他就像骂虫虫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讲？哎，对对，全部讲出来。我们，请切记，我过气之前，胡瓜会先过气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